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古墓岭的拍摄场景，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树长在石头里，没错，树长在石头里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佐伊在哪里，没看他，哎，佐伊在这里。然后刚刚我们看到那边有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外国帅哥在拍照，但是我找不到了，所以你们也看不到，哈哈哈哈哈哈。